报道称，台海紧张局势加剧，促使美政府正为可能从台湾地区撤离美国公民制定计划。报道还援引了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在台美国人撤离计划已准备了至少六个月。美国媒体的这番炒作引发舆论哗然。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12号出面灭火。It's not your routine U.S. policy to evacuate private American citizens from areas of conflict.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at this time that current conditions in Taiwan would warrant any reconsideration of that policy. 无独有偶，今年四月，印尼媒体也爆出印尼准备从台湾地区撤离本国公民的消息。有台湾地区民代反映，在参加涉外事务活动时，其他地区也有人提出相关计划，甚至还有增派安全人员赴台做准备的消息传出。舆论指出，过去马英九执政时，台海局势和平稳定，民进党执政后却让台海兵凶战危，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针对美国媒体炒作为在台公民制定撤离计划一事，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也作出回应。美方嘴上说挺台，真正做的却是把台湾当作棋子，把台湾民众当作炮灰。为服务美国以台制华战略，美方甚至制定摧毁台湾计划。相信广大台湾民众会认清美害台毁台的本质。有分析指出，玩战略模糊、搞两面手法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惯用伎俩。一直以来，美方一边对华示好，一边却不断炒作台海问题，并加紧与台湾地区的军事勾连。据台湾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了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草案提到美国和台湾联合生产武器的可能性，以解决台湾军售项目延迟交付问题，并增强台湾补充自身库存能力。报道还称，美台联合生产武器已展开初步讨论，模式可能是由美国国防公司提供技术在台湾制造武器，或是在美国运用台制零组件制造武器。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美国又要来骗钱了。美方啊，大肆渲染唱双簧，在炒作这样的撤离话题，又一方面大卖武器，而台湾民众真的愿意无条件全面来买单吗？那首先啊，炒作撤离到底要撤什么啊？台湾的问题紧张的局势加剧哦，追根究底来看，不就是美方一手把台湾海峡变成最危险的地方？也可以看见啊，美方是最不希望台海处于和平现状哦。因此啊，透过不当的炒作撤离话题，也直接政治加温台海的风险哦。当然，除了美方大卖武器之外，更重要，我们可以看见美方真正的意思是想要找借口转移台积电的半导体技术哦。这样的举动啊，几乎要了台湾民众的命哦，也是触动台湾民众陷入以美加深的关键所在哦。毕竟美方啊，根本不在意台湾民众的宝贵性命，只在意怎利用台湾的重要位置，套取更多有利美方的最大利益。所以一旦战争若爆发，没人能保台湾哦，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现在所有台湾民众所担忧的哦。那谁信美方能够真正守护台海的和平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美国的大卖武器哦，很多台湾民众都说根本就是来骗钱的。